到了，我到了哦！你看他们在等是吗？啊？哈哈，我们浩浩荡荡的送跟队伍。出发，出发！不等他们走先吗？二哥走先去了。好，二哥走先去了。道路，朱姐姐也来，朱妹妹也来，你看这么多人。 下车吗，小玉？啊，停在那就得了。Hello， 找地方停车喽。 好宽哦，我这里。下次来就看那个酒柜了哦。哈哈哈哈哈！我要加个酒柜。那也直播间，可能吧，在天上。你看，这里啊。还给你安排好房间了呀？啊！我的天哪！ 上去吗？不上了。上扣肉了吧，妹？嗯，吃几块？等一下。最少两块。最少两块。两碗扣肉去。 吃饭喽！小灰灰，你看，那个老板招待算好了，两碗扣肉去不？两碗扣肉去的不？开玩笑。那老板在跑那里啊？下雨啊！下雨，等等坐了。哎，起来了嘞！二哥，二哥，不知干嘛去了？ 我一个，来，我买一个，你呢？我买一个，公公呀，来，走，美女，来，搞个双胞胎哦。
忘了，就刚好满七。鸭子都要吗？啊，鸭子都要吗？这个你少喝一点，我跟你说吧。没事没事啊。二嫂可以大口一点吗？啊，来这么远呢。吃大块一点，哦，吃大块一点，不满打包，不要这样子。哎，没事，吃不满打包，吃不满都带着走，懂吗？那你省着，那你要省着点的吃哦。我们这边好忙的哦，哈。